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玩一下《生活幻想》第六期《君子心》。若是由记忆建构的残像，我应该碰触不到才是。哦，这个就是要视察分身，是不是？看起来都不是。哦，这个场景不就是那个弹进石的地方吗？若是由记忆进，如果打错会怎样吗？这里的摆设怎么与外头布置不一样？此地在幻境中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我们快四处探探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弹镜，然后是盘龙。OK。哦，看到了，就是你啦！你偷看我，这个变态。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这两个血蛮厚的。换一个圆户，看圆户的技能，幽冥的跟那个啊，有点本事。好，现在就陪我练练手。这样也好，我还需要更多力量才能离开。刚才我换一下银川，把他银川的掩护技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谭青，我想出破解你第十二招的方法了，走，现在就陪我练练手。禁律名言，不得私。不得私斗，我知道，我请示过帝君，只比划招式不用气劲，便不算犯禁。我要是成功破解你的剑招，你就得请我上客舍喝酒。你若破解不成，又如何？
那就由我请你喝酒，我剑术不及你，酒量可不会输。走吧走吧。劝风国人信服强者，盘荣一定败得心服口服，只可惜没看到那场比试。看这情景啊，盘荣恐怕是谭静在昌河宫的第一个朋友。你们还有心情说这些？我们快找到眼魂吧。哈，这个打不开。月魄姑娘，林彩玉，我先存个档。好，找到两个分身了。若是由记忆建构的残像。没人看我，那就是你啊。哎，我正吗？来看我啊，看我，看我，不看我。哎，有竹简，先拿这个。寒荒苦玄散苦主。西皇子祭血组织大典，皇子失踪，大典失败。嗯，不是这两个，那所以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喽。哦，找到了。你这个变态，在看我屁股。若是由记忆建构的，好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银川的技能。小心！哇！丢一个水过去，这样。好，我们这边快转吧。好，解决。然后我们再换一下尤敏的拥护技能。通神梦翳，使用元灵，每点元灵加成八。山河川，这个比较好了。下三天，师兄遭伏击时便不会失去后援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奉帝君之命，
将千岭之野寻获的境玉千里加急送回帝都，何错之有？可是潘荣，明日开始你便要接掌兵部之首，不可再如此丧志。但今晚你可以尽情宣泄悲伤，我陪你大醉一场。小心，他可能是眼魂的化身。叔叔姑娘，这应是谭静的记忆不错。怎么可能，黑脸谭静才不会说出如此温情的话语。烈哥将军与盘荣将军亲如手足，还好有谭静大哥陪着他一起度过失去至亲之痛。好，锤子血。哦，怎么大家都有锤子血啊？奇怪。好，都看过了。啊，找到了，一下都找到了。我先看前面有什么东西，没有，好 ，OK， 那就这样了。好，就是你啊，偷看我，怎么样？望叔的胸部大不大？若是由记忆建构。我们等一下给看一下尤敏的技能。还有时间，小心！哇，直接死去耶，有这么痛哦？先把那个打掉好了。哇，好帅啊，卧佛哦。那我们这边快转吧。哦，打赢了。这个比较难打一点，这个有五只，那五只攻击力都很高。那几个家伙，我已经替你好好教训他们了。只是你才当上宰府不久，就这么的雷厉风行，整顿酒邑，整顿朝堂，着实得罪了不少人啊。人心礼教已不足以适用眼下的陶堂，唯有大刀阔斧，去无存精，才能协助帝君加速解决问题。说得好，你果然和一般君子国人不同。只是那些明里暗里想伤害你的人，你还是得多加小心。知道你剑术好，但人心不得不防。多谢。谢什么？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盘荣一定支持你。盘荣，你醉了，今日就到此。不行不行，谭家说好每个月要陪我喝一次的，我就不信每次都喝不过你。再来。
最后一坛。最后一坛。我没醉，再来。盘荣，这次还是你输了。我没输，没有。是吗？盘荣，握手。怎么了，白鳄？吃醋了？放心，还是你的爪子软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没想到黑脸谭静还有这样的一面，他和他的老虎感情这么好，让我想起了曾和我一起游历的圆圆。我说妹妹，圆圆是？它是一只很可爱很特别的兔子，总会用长长的耳朵提醒我现在是什么时辰，就是食量大了点儿。若非我实在没那么多东西可以供它吃食，如今它也应该还伴在我的身边吧。这肆意横流的诡异气息正汇聚到同一处，是元魂所在吗？走，可不能让他再继续茁壮下去。白鳄，我原以为酒喝得多一些，有些事和有些人就会渐渐地忘了，没想到和盘荣将军喝了一年，那些萦绕在心的过往还是如此清晰。白鳄，在长河宫我不能时刻陪你，你定是十分寂寞吧，我再帮你找一个伴可好？是吗？你忘不了素静。抱歉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将他折在了君子国。白鳄，我和你一样，我也忘不了他。不如我俩就这么相伴一生，这心走不出去便不出去了吧。我从未见过谭静大哥如此模样，他总是将自己的心事隐藏得很好。哦，原来黑脸谭静也有喜欢的人吗？ OK， 好，看来这集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好，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频道的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期的收看，拜拜。